大家好，这里是平史见今。我国古代素有厚葬的习俗，相信视死如视生，尤其是一些富商高官，其陵墓非常豪华，有很多陪葬品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在我国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，这是一座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、规格最高的隋朝帝王级陵墓。可当发现石椁的时候，觉得这个石椁有点小，直到看到墓志才明白，这帝王级别的陵墓墓主人竟是一个小女孩，而且在这石椁上刻着四个字：开者即死。专家看到后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可为了考古事业还是打开了。墓主人名叫李继训，字小孩，是个早夭的女孩，死时才9岁。就这么一个小女孩，为何会有如此高规格的帝王级陵墓？她可是大名鼎鼎的杨丽华的外甥女，生前深受杨丽华宠爱，李继训活泼可爱，被杨丽华养在宫中，极尽宠溺。夭折后，杨丽华强忍悲痛，亲自安排葬礼，以最高规格安葬，还怕盗墓贼打扰孩子长眠，在石椁上刻上了开者即死的字样。与其说这是开棺的诅咒，还不如说是杨丽华对外甥女最后的保护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盗墓者，你看到这四个字，你还敢盗吗？欢迎大家关注我。